听着台上老师讲解步骤，台下阿公阿妈笑眯眯玩着叠杯。橘区社区一早热闹滚滚，提前欢度中秋节，长辈帮柚子做造型，个个比创意。活动当天一大亮点，莫过于橘区社区与七个里联合赠牌仪式，让长辈能使用更多福利，在地就养，健康乐活。希望透过银发俱乐部，让我们的老人家，让我们的长辈们，好，都能够常常到俱乐部里面下下棋，好，泡泡茶，聊聊天，甚至呢，我们现在也在推动动健康，希望透过银发俱乐部呢，可以带动我们的老人家呢，愿意呢做更多的健康，但营养也要注意，但是更重要呢是社交的一些很好的习惯哈。除了有趣的叠杯运动，可以使银发族活动筋骨，现场也邀请卫生所来演讲，提供正确的用药观念，希望长辈。获得知识也得到健康。我们先有柚子活动、造型活动，然后再来就那个叠杯活动。啊，叠杯活动后来，后面就有那个卫生所来健康讲座，然后讲座完以后才那个正牌那个受，正牌活动，嘿，正牌仪式，嘿。接到这一挂老师这来，这指导哈，啊，像今日这个叠杯游戏哈，啊，会当给老，这老岁啊哈，啊。带动一个，敢若讲，即个一个欢喜的气氛，啊，煞落去会当互因，敢若讲，互带动因的脚手会当搁较灵活处啊呢。一盘盘美味的料理摆在眼前，橘区社区志工们准备丰盛的菜肴，让长辈享用。举办第43次的共餐，结合趣味运动和讲座，美味引发长辈好开心。中嘉新闻罗志忠、陈嘉云综合报道。